Mona 的火车站。这火车站并没有行李的寄放处。很美的建筑，啊，这个方向就是火车站出来的，远远已经看到教堂的尖塔。这个尖塔有111公尺高，是全北意大利最高的。那个方向是火车站，我刚才从那里走过来，现在已经到这个半途。这个街道就有古香古色的味道。这个是一个好像已经荒废了的教堂。我们的样式也是蛮特别的，公车过来，非常宁静的街道，车子很少。刚才从那边走过来，克雷莫纳非常的安静。它在14世纪以前还是一个独立的社区，后来被威尼斯那边的王朝把它并吞过来。走到这个街角，看到这个标志，这是 Stradivari 的博物馆，还有 Civic 就是他们的文化博物馆 ，Plaza Affaiati。有几个这个广场在这里，大家要从这里转过去。我从那边走过来，这个就是沙巴里的博物馆，还有文化博物馆。面有一个这种比较旧的走道，这是博物馆的标识，里面下午2点半开始，到这个5点半。这个的旁边，这里面就是售票处。Information 在这里。这是一个，这个是 Civic， 这是文化的博物馆，这有两个博物馆在一起。在博物馆里面应该不可以拍照，我偷偷拍一点。这个是，最近都是摆个中国的瓷器。18世纪的中国瓷器，博物馆的外面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明皇，就是我先Stradivari里面的一个景。这个做一个纪念，留作一个纪念，要来这里，这是一个最后面的一个景致。是进去入口的地方，这个进去呢就可以，可以看到各种展览。刚刚我们看的展览，还包括 Stradivari 都在里面。
这一个博物馆就是刚才我们在里面看的，它是西壁博物馆以及Stradivari 博物馆在一起，两个馆合在一起。我们从这边去右转直通火车站，它的对面有一个也是蛮特别的建筑物，这个书上没记载，但是也很特别，里面有漂亮的天花板，漂亮的柱子。现在收起来。那里面还有一个，好像还是一个花园。非常安静，刚刚那边右转过来，这个角落右转过来就是了，远远就可以看到教堂。这马路的两旁，这个人行道下面这个边缘全部是用大石块铺成的，这么大的石块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非常特别，古老都市才有办法这样做。这个是看到它是一种商业同业工会的办事处，远处可以看到这个塔高111公尺高，这个巷子很小，很有味道。刚刚由那里走过来，它这一带是一个交叉路口，一栋很特别的建筑。这个路口大概要进入城区里面的。这个也是，这街景都很特别。这一家所卖的，不是有小提琴的饼干，有各种琳琅满目，还有漂亮的酒，橱窗非常，种类东西非常多，东西的种类很多。是另一个橱窗，它就有两个橱窗。这个橱窗的糖果也很特别，包装都很漂亮。前面就是教堂了。旁边就是这个高塔。这个塔构造有点像昨天在切斯托萨皮亚利亚那个塔，很相同。现在再走近一点，从侧面照。